首期2萬蚊，你就可以擁有我哋金灣航空新城嘅後花園紅旗。咁靚嘅單位咧，你只需要俾2萬蚊首期就 O K 噶啦。咁而家咧，我所在嘅位置咧就係金灣嘅紅旗鎮啦。咁而家我所呢個項目咧，佢叫做灣景啊。而家佢就主打呢個低首期嘅項目啊，101平方，佢只需要俾2萬蚊首期。88平方只需要俾3萬蚊，78平方嘅呢个俾5萬蚊嘅首期，而且咧系直接月供啊，所以咧想要总价低，又唔想俾咁多资金出嚟嘅话咧，可以不妨考虑下呢一个项目，而且你可以睇到啦，佢整一个外立面嚟讲咧系非常之时尚嘅。佢嘅虽然唔系话好大，得2栋 building 啦。但是它的質量景觀可以彌補回我們這個缺點。那目前呢，我們看到的這個花園呢，就是整個灣景它的內園情況。好了，我們再來外面看一看先，因為外面呢才是我們最重點關注的地方啊。好像我們對面這個綠色棚架的話呢，它是一個藝術學院來的。那它呢可以容納的師生咧，其實相對嚟講都比較多啊，因為整一個紅旗鎮呢邊咧係超過咗3所大學噶。嗱，咁我呢邊咧就係我哋呢個臨街嘅商鋪啦，從我哋嘅小食店啦，到茶餐廳、大型嘅連鎖餐飲店啦，呢度都有可以滿足到我哋，而且行去街市咧都係非常之近噶。你可以睇到我整一條街，基本上一係食嘢、飲嘢。整電話有咁嘅需求，先會有咁多嘅鋪頭集中喺呢一度啊！嗱，咁啊，再睇翻啦，好似呢啲麻辣燙啊，呢啲腸粉湯粉店啊，其實都好各式各樣啊。前面咧仲有我哋嘅新鮮超市啦。咁其實你買咗喺呢度，即係平時偶爾翻嚟度假休閒咁樣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而且佢距離嘅海邊咧又好近，我哋今晚情侶路咧都係散步嘅一個好地方嚟噶啦。咁我哋睇翻啦，整一個項目佢嘅情況啦，因為而家基本上咧都係呢啲舊樓嚟嘅，係得我哋整個灣景咧係作為一個高層住宅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時上去參觀一下。咁而家可以睇到啦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灣景嘅沙盤啦。咁佢一共咧就有2栋 building 去組成嘅，分為1栋同2栋。咁整個項目佢嘅建築面積咧係3.2萬方，容積率咧係2.0，綠化率咧係35%，規劃嘅户數咧係200户嘅。咁佢地下停車場咧一共有2層，總共合計咧係258個停車位啊，車位配備咧係非常之足夠噶。咁呢個項目咧，佢係精裝交付，今年嘅2024年年底就可以交付俾我哋業主啦。咁我哋採用嘅咧係時代嘅物業，每平方咧2.98元一平方嘅。咁目前我哋在售嘅呢個户型咧係我哋嘅2栋。咁2栋咧，佢嘅總層高咧係27層嘅。咁我哋1樓咧係一個6米嘅一個挑高大堂啊。咁整個2栋咧，佢一共咧就分為2梯4伙，咁分別咧係我哋嘅01同04係101平方3房2廳2位，02係88平方3房2廳1位，以及呢個78平方嘅2房2廳1位啊。OK， 咁我哋再轉過嚟睇一睇先。嗱，而家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實體景觀啦，可以望到出邊咧一覽無遺，非常之開闊嘅景觀啦。遠處仲可以望到我哋嘅海景啊。咁我哋樓下呢條咧叫做珠海大道，咁我哋對面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城市職業學院啦，旁邊呢一個係科幹，即係科都係一所大學嚟嘅。咁另外一邊啦就係我哋下面呢個藝術學院啦。一共咧就有3所大學咧包圍住我哋呢一個項目，咁其實以呢種嘅單位嚟講咧，攞出去出租咧就深受周邊呢啲廣大學府嘅學子歡迎嘅。基本上好似我哋而家喺後面呢啲咁嘅大型嘅屋苑咧，出一套基本都會出租一套噶啦。咁另外啦，我哋睇翻咧前面咧就係我哋一個華發商都藝術中心噶啦。佢已經係見到佢嘅角落頭，咁從我哋項目過到去咧，大概10分鐘都唔使，
交通咧係非常之便利。咁我哋睇翻遠處，遠處嗰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紅鶴大橋，佢係直接連接翻到去我哋嘅人工島。咁所以我哋翻關口咧都係非常之便利噶啦。OK， 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即時上去睇一睇佢嘅單位情況。就是一棟的示範單位，可以看看旁邊就是我們的二棟，看出來的景觀其實跟我們一棟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單位是78平方，它做了一個兩房一衛的設計，露台這邊它已經是做了風窗的了，這個都是我們其中一個教父標準之一。客廳呢佢就做咗一個3.4米嘅開間，擺咗一個大嘅呢個組合型 sofa， 咁同我哋電視嘅距離咧都係非常之闊綽啊！咁我哋再嚟睇翻啦，呢一邊嘅話咧，佢就做咗一個餐廳位，擺放一個4人份嘅餐廳。呢邊做咗一面嘅收納櫃啦。咁我嘅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嘅位置。咁廚房嘅位置咧，佢就採用咗一個 U 字型嘅設計。設計好似抽影機、爐灶、消毒碗櫃都是我哋教父標準之一。咁呢邊咧仲可以擺放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啦。咁其中有一個地方咧，我有少少諗唔明白啊，就係呢一個位置其實究竟有啲咩用途咧？觀眾朋友，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同我反饋翻啦 ？OK， 咁我哋再嚟睇翻我哋房間內部嘅設計先。咁佢呢度咧就做咗一條過渡位。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其中一間客房嚟嘅，咁佢利用咗個飄窗台啦，整成一個榻榻米嘅設計，咁擺放咗我哋嘅書台、衣櫃，咁房間內部咧都係相對嚟講比較方正啦，景觀都係比較開揚嘅，咁好似嗱
我哋呢一邊嘅話咧，就係我哋公共嘅衞生間啦。因為佢係做咗一個兩房一衛嘅設計啦。咁佢好似我哋嘅水龍頭啦、星盤、馬桶都係用翻我哋嘅科勒㗎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啦，主人房，主人房呢邊咧就擺放咗一張大概係米八左右嘅大床啦，可以做到三邊落床。就呢個衣櫃嘅位置咧，相對嚟講就細咗少少啦。咁我哋就可以拉長少少，做翻一個到頂嘅衣櫃啦。呢邊咧仲有一個飄窗台，咁好似佢咁樣擺翻張遠電。夜晚其實望翻藝術中心呢邊嘅景觀咧，係唔錯嘅。OK， 咁而家呢一個單位咧就101平方，三房兩衛嘅設計。首先入門口開始啦，呢度咧有一個入户花園啊，贈送咗一半面積俾我哋。我哋再嚟入餐客廳一體化嘅設計啦，同樣佢擺放嘅餐廳呢啲餐台咧就唔算話好大，都係四人份左右嘅。咁我哋呢個廚房咧，相對嚟講就會規範一啲啦，做咗一個 L 字型嘅設計啦，洗切煮呢個流行呢個動線咧就會非常之好啦。而且整個廚房咧，佢係採用呢啲落地玻璃窗嘅設計。廚房咧係非常之通風透光啊！咁整個開間咧係3米4，都係同樣擺放咗一個大嘅組合沙發啦。咁呢個電視背景牆啊，就唔係交付標準嚟嘅，咁佢係白色乳膠漆牆作為膠標啊。你都可以參照翻佢呢個咁樣設計，咁既美觀又實用啊。咁睇翻啦，呢一邊咧，就做咗個落地玻璃窗嘅設計啦，望住嘅就係我哋金灣航空新城嘅景觀。好似我哋而家整一個金灣航空新城目前在售嘅均價咧，係已經係去到25,000左右嘅呢個價錢啦。咁目前我哋而家呢一個灣景呢個項目咧，大裝修單價講緊都係16,000左右嘅啫。你都可以參照翻，其實享受嘅配套咧，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。只不過是距離的問題，你可能就嘥多幾分鐘的時間翻翻到去航空新城呢邊，但是我用的價錢咧，相對嚟講會平好多啊。咁我再睇翻啦，呢間咧就係客房，咁佢呢一個咧就擺放咗一張米半的床，咁好似啱啱我哋參考78/88咁樣，利用翻個飄窗台位整翻個榻榻米，其實佢的空間咧就會闊落好多噶啦。咁我哋背後面呢邊咧就做咗一個60公分左右嘅衣櫃啦，咁作為一個擺放衣物嘅地方，咁顯得成個空間咧都係非常之方便、方正啊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公共衞生間嘅位置啦，佢嘅景觀喎都唔錯嘅喎，係望住我哋山景啊。而家睇到嘅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，咁另外一間咧就係一間客房，呢間咧相對嚟講就會細咗少少，同樣咧利用咗個飄窗台嘅位置，整一個榻榻米，呢個咧就可能個衣櫃位咧就相對嚟講會細咗少少。咁到我哋嘅主人房啦，目前咧擺放咗一張米八嘅大床，可以做到三邊落床，兩個床頭櫃，咁佢都可以做到一個三邊落床啦，仲有一個飄窗台，咁啊利用翻望翻我哋嘅景觀都係唔錯，咁可以整一排長嘅櫃，到頂嘅衣櫃其實都可以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嘅衛生間位置，咁佢衛生間咧都唔怕話對住床嘅正中啊，呢個都係唔錯嘅設計啊。OK， 咁今日咧就帶大家睇完我哋灣景呢個項目啦，唔知各位佢嘅心水又點咧？從我哋78平方。兩房一衛以及88平方三房一衛101平方一個三房兩衛嘅設計，咁目前佢可以做一個低首期嘅政策，好似我哋啱啱參觀嘅呢個101平方咧，佢嘅首期款咧係只需要俾18,888元就可以上車啦，佢係直接月供，唔使做分期或者做其他其他嗰啲什麼金融貸咁樣情況，佢係直接同銀行進行貸款嘅。咁如果好似我哋88平方嘅咧，就係俾30,000元嘅首期；78咧就俾50,000元首期。咁呢個項目咧就以低首期取勝，直接月供，而且現樓大裝修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啊！咁我哋再嚟睇翻啦，對面咧係我哋金灣嘅航空新城啦。目前佢在售嘅均價咧已經係24,000-25,000之間㗎。咁其實我哋相差嘅距離咧，就一條馬路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到華發商都啦。
咁其實用低嘅價錢去買相同嘅配套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。再睇翻啦，樓下其實呢一整片咧都係打造成濕地公園，一直連到去下面嘅，所以佢嘅環境咧係非常之靚噶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記得聯繫我哋啦，我哋有專車喺香港接送你嚟實地參觀嘅。咁今期咧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